你要可把以人骗过试一去下。刀。我问一个问题，它可以拖到那个屋里吗？可以，可以拖到屋里。那我就在屋旁边待着，试一下。那我要是看你在屋旁边待，我就刀了你，孙悟空。等西地呢，三三。我就在屋旁边待着，我看谁敢过来。没人来呀、啊。我不适合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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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不。哎呦，吓我一。哦。有没有啊？有没有啊？有没有啊？有没有？我跟你说，这个屋子里面非常的危险，非常的危险。哎，你为什么跑屋里面去了？OK， 这里大魔报警，秀才哥啊，你现在不要把我想成一个终点，因为当时走的那个是有一个死角的，在西堡市的那个咔咔国那个右下角那个边边上有一个尸体啊，是小温的尸体。那首先你是一个好人，那么。小西恩他为什么在我们旁边左右一直串，而且一句话不说，左右一直走，而且他是明显看到尸体了，他一直走。然后秀才哥，你刚刚应该已经能抿出我的是什么好人牌了啊？这人全票打飞西恩，莫得讲了，西恩过。轰轰发言，那就是西恩和大魔的轮次，那就让西恩来说吧，过。那带我一个呗，我们仨的轮次出西恩过了。那秀才跟大谋都这样说了，那就听西恩咋说呗。然后刁德一和团刚才在我旁边啊，这两刀应该不是他们动的。我解释一下为什么我在那个屋里边啊，我脑袋在屋里边，但我人伸着进不去，能明白不？那属于一个穿模过，一个穿模。行，那个我是出生的时候碰到了刁德一，然后跟他一起出生的。然后当时盘鹅的身份的时候，因为我是一个有身份的好人，然后我就从这个墓室这个地方，然后去到了这个准备区去做任务。然后当时看到了三三，然后路上还看到了秀才哥，然后就报警了。这把我没有信息，过。三三发言，先把西恩打飞，其次就把这个朱大强头给我打烂，因为我在那个暂存准备区，我卡了一个视角，我就在那个躲着看，我看有没有人来做那个任务啊。朱大强从那个上面偷偷摸摸假干妈嘎就走下来，就走到那个任务面前，然后这个时候我就准备掉头跑，然后这个时候就报警了啊，先打西恩，然后直接打飞朱大强，他必不是一张好人啊，他过去做那个任务去了，小我。我是在这把前面大家都行程说的差不多了，我有看到过秀才跟王大谋，然后他们两个在那个地方，就是金白坑上面那个地方聊天，然后我往下走了，这个时候过了一会儿才拍的景，好吧，他们俩是狼不就直接给我刀了吗？所以直接投西恩吧。猴哥为什么这把没有来找我？不是说是好人一定来跟我下，这把一定是好人吗？很奇怪啊，猴哥，过。团儿，他说过，到你了。谁说过？刁德一说过。很不适应。OK， 我也没什么太多的信息，但是我记得好像先不是刚刚离开我。没有多久吗？怎么一下子就杀了两个人，然后葬到仙身上？因为当时，我是没一直比较害怕，就没有接近那个雾的地方。我害怕有人在那个雾那边杀人，可能在吃东西，然后直接尸骨无存了。所以我在祭坛我是有见过仙的。那尸体在哪？就是仙杀了人，当你们面杀人，听仙怎么说吧。过。刁德一，短的陌生，啊，不、哦。仙发言。摆烂是吧？好，摆，我秃鹫，我过去找尸体吃的。首先，王大谋、秀才两狼，一个尸体是在西堡市的左边门口，
一个是一个鸡腿是在那个宝物室左外面左上角那个墙角，好吧，我过去就吃一个。王大谋怕我吃，拍紧了，双狼秀才王大谋可以出我没关系，他俩双狼，或者是你们听我归票，先出王大谋，好吧，双狼，下把警长崩我都可以，我认过。哇，有四个余额投票，这四票简直捞的不行了、啊！不，吓不吓人？怎么是余额是狼啊？这狼秀才大猫来犯他，秀才大猫。我真的觉得王大猫很大的问题。朱大强必须出去呀！有没有身份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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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有。秀才王，秀才王。我给说吧。不太记得啊，有点混乱，不知道谁刀的。完了，反正轰轰走位很有问题啊，轰轰就是趁乱搁那挨个贴，你们看着没？我上下左右一顿贴，我注意点他啊。嗯，三三可能会说他是警长，那你这不草率了吗？嗯，那他说他是警长，我应该信。我信他警长，那没办法了，过吧。是我刀的啊，我是警长，猜我也无所谓，因为他必是那个狼，他连中立都不是，因为他去做那个紧急任务。上一把我为什么没说我是警长？因为我当时本来是想直接冲上去给他一枪的，但是直接拍紧了，所以我没。我看到也是三三刀的，但是。我的看法跟猴哥一样，就是轰轰一直在人群里面转，然后雕的一是站在最上面没动的，对吧？我是因为我复活的地方比较远，我在那个喷泉那边复活的，所以我从上面下来的时候大家已经站在那里了，然后我过来的时候看到的就是这样，好吧，那这轮的信息也就这样。我过雕的一发言说两个观点，第一，王大谋第一轮发言的时候是点杀仙和秀才配合的，说仙看到了尸体没有爆，这是他第一轮的发言，秀才呢就跟着后面踩了一手，因为他也在场。到了仙发言之后呢，他直接爆了他是秃鹫，说王大谋和秀才为双狼就不玩了，对吧？也不是没有可能啊，因为死了两个嘛，对不对？是有可能双狼双刀啊。那西恩他过去吃个尸体没毛病啊，他说他吃了一个，他还形容说他吃了一个，对不对？所以说这个在我看来逻辑上还是通的，对吧？他当然不报啊，他秃鹫当然不报啊。好，三三肯定是警长了，真警长了，因为他第一轮就踩的朱大强，这轮看到他直接把他刀了。But， 轰轰轰轰着，你这把是肯定要出的，所有人都看到你在那边鬼鬼祟祟，你这个行为就已经要出了，你说什么都没有意义了，对吧？你好人你乱穿什么呢？明摆着搁什么啊？秀才和王大谋进去必须得给说法，把这两个人给他砍死，过，打飞轰轰先。我觉得可以出王大谋和秀才。就他们两个是有问题的，为什么呢？他们说投王大谋是余额，就是他这一波说法，我觉得他们是在故意就是混淆，知道吧？他们想用这种说法，然后让那个鹅觉得他真的很余，但是无奈他们点的这一只鹅是一个硬鹅，而且他觉得他自己是个聪明鹅，所以直接反跳把他们两个扑死，对不对？是不是？所以我刚开饭我就一直在那边吵架。对吧？那你人身攻击我是不认的，所以说这一波
我是一定要盯死王大魔和秀才的。至于轰轰，我是没有太注意，因为我当时全都在吵架。但是如果你们归票他的话，我可以投，好吧？过。我觉得现在先出这个，这个歌姬是最稳的，因为不确定王大毛和秀才哥他们是什么牌啊。因为歌姬他和贴，他我觉得这把出歌姬过。OK， 这里大魔发言，那我就跟你们聊一下第一轮我们选过程吧。我复活以后，我在那个桥上，敬拜坑上面那个桥，我给秀才哥一左一右，我们俩搁那说相声的。然后说着说着，然后我就往上走，往上走的时候，在西宝寺上面那条横线上看到西恩。我往西宝寺里面走的时候，西宝寺右下角有个尸体，这个时候西恩就在那左右来回走，来回走。他有五秒钟，我给了他五秒钟的时间，他没有任何回答。然后我当时是叫秀才哥过来看，但秀才哥站在那个门口那边没进来，所以我赌秀才哥是没看到这尸体。所以上轮我才说让他不要误会我是一个中立啊。那西恩他有五秒钟时间，他没吃这尸体，证明他是什么？他是一个狼走的。那三三是一个真警长，那朱大强也是个狼走，场上剩什么？剩一匹狼和一个猎鹰。先出鸽子也可以。秀才哥归票过。轰轰发言，我实在是很想不明白，我真的不是鸽子，我就在那里 ADAD， 如果 ADAD 的什么鸽子能够在人堆里面穿来穿去，而不是在那里停一会儿找人贴一下，换一个人贴一下。我一直在那里 ADAD 的意义就是因为我实在是在按键盘。然后上一轮我说实话我投票投的王大谋，因为我想了一下，西恩是没有机会一个人动出两刀的，动出两刀的时候你们两个都在，什么情况能动出两刀两个都在，所以我是不信的。再加上这一轮三三走的情况下，我是觉得你们前置位不能把所有的焦点牌打到我这张牌身上，好吧？我是这把还是归票王大魔的，我是觉得大魔得走的，好吧？给秀才哥留点时间过。那就全票打飞轰轰嘛？为什么？一个铁逻辑，我俩成双狼，知道西恩是提那个叫什么秃鹫的话，那我直接猜死了，还给他发言时间，对不对？铁逻辑吧。范能集合。嗯，感谢汤包指责没带伞的钻粉飞机，谢谢。为什么把我育儿队友投出去？有队友，有没有身份可以报了？真的，我认你。没有宝宝，我认你。爸比爸比。现在应该不怕。跟马老师勾留了一下。还不砸我，嘿嘿。猴哥还在，来，猴哥，你是什么身份？我能告你吗？能告诉我，你绝对能告诉我，我是铁好，我加拿大鹅。你吃这个面，快去喂一下啊！好，所以我信你跟秀才呀。嗯，那喂一次。他们不饭堂集合吗？人呢？对，然后开了那个头位以后，他们都走了。红猪从这边过来，红猪会不会杀人了？没人死。哎，秀才，赶紧投啊！刀的一次狼，哎呦，坏了！果然让他摸。我说，要么就先趴紧。哇！盖子赢了。哇！你有包大强同出。我怕趴紧投我。啊！轰轰是猎鹰，那还好，那真不是。哇！我就是在那里按 ADAD。应该。哎呀，做任务做慢了。
哟，他刚才往前一上，我就感觉不对。他平常没这么大胆冲这个秀才，先拍。而且你秀才说话，他把你打断，你知道吧？啊，打断市场，你知道吧？他一看就感觉有点怪怪的，啊，直接借我的魔。我不应该去走石的，我应该跑。我在那里。那所以刚刚谁是坏坏呀？哇。猴哥是吧？猴哥，我也是那个狼。我张大道鹅，我什么坏坏？我是猴哥，猴哥在外面。那谁是坏坏呀？我是坏坏呀！啊、我做狼人，我被珊珊撞见了，没法刀啊。仙是什么？包包，仙是秃鹫。嗯、果然是秃鹫。那你，哎呀，马老师，那个茄哥走了，我把那个冒险家给关了， okay. 就两个鹅。OK。OK， 贴贴，朱大娘，你是狼吗？我不是狼，但是你不动你也很诡异。好吧 ，What？ 哎，你是狼吗？我不是，我好人啊。你为什么这么问？是吧？哦，有没有鹅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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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没有。我不是我，你这辈子我死就活啊！我死就活。我有身份的。我看。要不然咱俩互对一下身份？可以。敢不敢？敢。测试一波。嗯。我是观鸟者，你可以上对面看一下。就在这里，我没听到，我就在这赌，谁敢走这里做这个任务，我直接枪他。你不够真诚，然后你被枪了是吧？我听到你说声音了，我听到你声音了，我直接刀了。啊？那秃鹫不要赢？哇，秀才不够真诚啊！哇，很烦。包包来晚了，包包来早了，我把包包上了。哇啊！人在哪儿啊？哇，你们这俩别那么磕头了，差点呀、啊，就差那么一点点呀、啊，要让他报上警啊！秀才哥，哇，太快了吧！我这太快了！我从那个世界从黑烟里面穿出来，杀人太凶了！我就看到秀才哥和团姐站在里面，我也不敢说话。主要是秀才哥唱个狼，警长跟好人对刀了。哇！我路过，我看秀才哥和团姐站着。王大谋在钓鱼，钓到一只大白鹅。秀才就是我的私信人员名单。秀才，好哥。今天各位，我再甩一把钱溜了，今天还是有点不舒服。好了，哎哎，好的，好的，马老师 ，OK。有没有？灵魂出窍，我们可以信任一波吗？你直接报仇。大谋和小文，即便我觉得你一辈子坏人啊，大谋，大谋已经嘎了吗？这是。缘是终究摆脱不掉的，猴哥，哼，你杀我吧。刚才跟你说一样的话的人啊，已经真的交情，猴哥没有五把命，没有交情，没不来。哎，你再贴，我跟你说，我要动刀了啊，你再贴。哦，那不贴，就站这个位置可以吧？我都不动的。行吧，你相信我，这把贴好。啊。我去你大爷！出什么事了？我请求，
大家不要发言好吗？这一轮全票打飞我好吗？请求不要发言，我不想让大家知道我这件事。自爆是吧？自爆是吧？可以吗？可以吗 ？OK OK， 我爆了，我红红王大哥，自爆是吧？我好好奇啊，我很好奇，我也好好奇，我也好奇啊，讲一讲吧，跟你们讲。先你说。遵从我的、那个、跟你这么说吧，一会儿出去再说。我说一下吧，雕的是个加大额，但是我踩到了，他们想把我和秀凯一起三刀吧，懂吧？大概是这个意思。哦，那那俩狼谁呀、啊？王大魔喊了一声轰轰，你说呢？啊？我喊是因为是轰轰杀的呀。豪哥，走，上哪去？铲奸除恶，快来饭堂讲故事，兄弟们！快来饭堂，快来饭堂！成败送葬者呀！完了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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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完了！咋的了？发生什么事了？到底是？完了，豪哥，完了，完了，豪哥，豪哥，咱俩坦诚，坦诚，坦诚！天，喊什么诚？来饭堂啊！在那个什么，在那个滚石那个地方，雕的一说，雕的一求死，雕的一求死，雕的一求死啊！你说，然后那个啥，团安跟大魔大跟轰轰动的时候，大魔轰轰杀的，然后团哥直接就拖着尸体往外走了一段距离。哎呀！啊！OK， 开票。干什么玩意儿？出轰轰吧，豪哥，你看挺热闹吧？又崩了一身血，出轰轰，轰轰是连环，那叫啥来着？钻业杀手啊！哎，总记错，给猴哥刀了。刘德一怎么不是狼啊？很奇怪，要举杠铃了，过了。你疯了，轰轰，直接全部打飞轰轰，当面直接，他是专业杀手，把猴哥给。杀了我！我刚那一瞬间，刚才在笑，我还以为他把他吃了。我寻思这没提壶，把壶给投了，挂。OK， 那就投轰轰，我和仙在一起啊，挂。OK， 那就全票打飞轰轰啊，过。这个承办丧葬者怎么拖尸体？没见过呀。过。过。别中，别。哇，中立投票，中立弃票啊！哇，弃票啊！完了，没有中立了。猴哥，下次少拿刀吓唬我啊！我不带刀啊！你不带刀，你追我干啥呀？我没追你，我自己走呢。你这有这个，不是大强，不是，我是说别刀你，但我队友没听到，完了，我还以为我会吃到棒棒的鸡腿，没想到是自己的。我想看看这各位，我就先撤了啊，你们玩啊，你们玩，我就先撤了，拜拜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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拜掉的一拜拜拜拜。拜拜拜拜、哦、我想知道这个承办送葬的掰了一下专业杀手的鸡腿是什么样的，喜欢他是假的，相信我，你疯了，你疯了，相信我，出爆吧，秀开要杀我早杀我了，秀开是假的，不，他杀我早杀我了，秀开是假的，我中了。你疯了，宝宝！疯了，你喝了。猎鹰在不在场？跟我踢一手票。踢你个头，我踢！猎鹰在不在场？疯了！你疯了，宝宝！你疯了，跟我踢票好吧，猎鹰，不要再演了。哎，谁能再给我讲讲，就是当时团儿到底咋了？我还是没听懂啊。是这样的，我听懂了。轰轰好，轰轰把那个马老师刀了，完了团按了一个拖鸡腿。他按错了，团应该是按错了，拖鸡腿呀，然后被逮了个正着。我弃票好吧？
可以可以可以。不信是吧？那我行，我懂了。别挣扎啦！哇，留下！小温还笑吗？小温好笑吗？你给我死！好快的枪啊！嗯，随便开了一枪。这是谁的动呀？想听听团哥讲个故事吧？我想听团哥讲故事。是这样的，就是刚刚呢，就是有一个冤种队友在我旁边杀了人，然后我想补一刀，然后我摁到了那个鸡腿，我就把鸡腿拖走了。大家好，我是那个冤种。哎，不对呀、啊，轰轰是轰轰的鸡腿吗？那不就是那应该是刁德一的鸡腿。是我过去的路上，刁德一在那里讲，刁德一求刀，刁德一求刀，刀刁德一刀，刁德一，我啪一刀我就走了。走了之后，我以为你会补那王大魔那一刀，结果没想到你手里直接揣起刁德一的鸡腿，往那里哗哗拉。那你们看到我拖鸡腿了吗？我看到你拖了，我当时就在那里没动了。大魔看到了，他们呢？大魔也看到了。我也看到，我在旁边看着。只要旁边有尸体，按空格就是拖的。但是那个鸡腿不是专业杀手杀的吗？你们应该看不到哎，为什么会看到？我是歌姬，他是中立。哦，我没看到。我只能说用亲身经历告诉你们，说点话，就是告诉你们这件事，就是以后如果你是承办送葬者，不要在旁边有鸡腿的地方按空格。OK， 不然场面会巨尴尬。他没办法跟他双刀吗？要离得远一点。对呀、啊，离得远一点。那专业杀手刀承办送葬者拖不就无敌了吗？那个尸体不就一直隐形吗？确实有点无敌。但是你拖的时候，你走的时候是这样的，你走的时候、拖的时候是显形的。能看出来的、这样的拖的时候前行哦，我还以为尸体。我上次在拖尸体的时候被包包吃了，然后把包包杀了。我出来的时候，我屁股上还有个鸡腿呢，我人都杀了。对，哦，那是因为他是秃鹫，他可能看得到。我跟你说，他要是就算看不到，一个人慢慢的在那拖一个什么东西在那走也很诡异，怎么着都看得出。我这样装可以吗？我这样装。对呀、啊，就这样装就拖鸡腿。okay.也行、我在拖鸡腿。对，我也在拖鸡腿。啊，我调了一下，我把秃鹫取掉了，给我们上了个音。OK， 快点。OK， 给我来把承办丧葬者呗。嗯我是鹅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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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是鹅。我跟你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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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死了就活哥。嗯。还有鹅吗？呼呼有点危险，我不敢跟。我不是，我。你不是？这干什么呢？这是？啊，不要往那边走。你说往哪走？你说往哪走？哎。很快。啥呀？修可爱发言啊，那个我出生在祭堂这里，然后遇到了轰轰、猴哥、童猪，还有大强、沙沙，还有刚才大强说了一个小温，然后我们在祭堂这里的时候，轰轰和猴哥和童猪往墓室这上面走了，然后我和大强在祭堂这，然后我们俩一起往这个左边走走，在敬拜坑这里碰到了珊珊的尸体啊。然后大强说了一声小温啊，那我就轻踩一手小温，应该是有可能是小温刀的啊，过。我调错了，这把只有两狼，团结你们先玩。那你现在把它说出来，那我不就自爆了吗？秀才说这把怎么只有两狼啊？是不是只有两狼啊？秀才说三狼，我说哦三狼。OK， 要不这把直接那个了吧？要不这把直接开吧？ Okay, 那好的，好的，爆了吧，爆了吧，我赢了。可以，那我们可以直接退，你们直接退吧。
OK OK、嗯、王大谋是秃鹫，王大谋是秃鹫，我是观鸟者，这怎么退啊？我们两两两击他一手，哦，你这一把，哇哇，好的，哇，这是啥呀？你们玩，拜拜拜拜，啊好，拜拜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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八点吧，我们玩到八点，哎。怎么卡住了呀？再玩一把，是不是要重新开个？猴哥身体咋样了？猴哥，对的对的，团结我重新。我嗓子吞刀片儿。Okay, 我们还玩这、okay. 还玩这个图吗？还是换个秃鹫的玩？可以啊，不是秃鹫，鹈鹕。玩鹈鹕，说实话，玩鹈鹕的局的话，就是你们这些鹈鹕真的玩的吃太快了，第一轮就嘎嘎炫，真的嘎嘎炫，很爽啊，就这样炫起来很爽，就根本不管赢的，赢不赢的不重要，就是想炫。主要是那个新地图呢，昨晚那个新地图也有鹈鹕，饿了，对，真的很想吃，可以玩那个，可以玩那个图，昨天那个新地图，啊 ，OK。OK， 来吧，打野教学。啊，哎，你们进来，我再换过去。休息吧，再来一把吧，再来一把。猴哥，你嗓子吞刀片可以吃冰淇淋，这几天可以吃冰棍儿，真的。吃了，昨天吃了冰棍儿，但是感觉没什么用啊。润润喉，你知道吗？润，它只能暂时缓解你的痛苦。对。吃那个叫什么，所以你要买那种老冰棍把它塞喉咙里，对对，老冰棍来一种润喉啊，这样你就能润润喉，不知道哎。Hello, baby. 也可以这样，我哥你冰棍跟热咖啡一起吃。你别教他搞这种偏方了，等下咱真难受了，就是嗓子没好再拉肚子，民间偏方。我好像听别人说，就是说如果真的不舒服，就是喝那种柠檬片，然后里面加一点盐，然后就是那种就是盐水，如果鼻子堵住了，就闻咖啡，就喝咖啡，闻那个咖啡的味道，我听过最直接进就可以通，我再进我再进，我听过最也是偏方吗？也是偏方，就是拿那个盐水。也是因为也是偏偏发的，啊，确实 ，OK， 盐水，我那可是讲的正当的就方子呀，我那是，就是你可以拿那个盐水在杯子里搅混，然后往鼻子里和嘴巴里洗一洗，消消毒。那我直接拿酒精得了，我这。猴哥，我建议你去海里游会泳吧，不行的话，那玩意儿算的更快，全是盐呢。啊啊、显示玩家，嗯，没满啊，啊，重启一下，没满啊，哦，没满，搞完以后喉咙好了，肚子坏了，是的，你要是拉肚子那个劲儿盖过嗓子，主要是多喝水，要多喝水呀、啊，我觉得最主要的还是要多喝水，多喝热水，嗯。在喝呢，多喝烫水，一直多喝岩浆，对，有没有进口岩浆给我来一瓶啊？对，尽量少熬夜，对手机不好。我最近已经熬疯了。我昨天我们家两只猫见面，然后不是新买的那只猫见面嘛，超火把鱼丸的屎都打出来了。嗯啊！真打出屎了？是真的打出屎吗？真的打出屎了？不是，为什么要打老婆啊？这种男人不能要。为什么？告诉鱼丸。不是，他们两个是在争夺他们的领域，你知道吧？就是我也不懂，反正就真的把鱼丸屎打出来了 ，Punto。哇哦！呀！打老婆？哎，打老婆行？哇！超火这么厉害吗？没看出来呀、啊。超火老壮了，那胳膊喂的好还是养的好？就是很大坨一只，它跳到身上来都可以直接把我肋骨都给估计压断。谁主人？谁？为什么不开呀？啊？不开呀？小哥没走开，小哥人。猴哥，你说啥？猴哥？啊？我那我上个厕所。
OK。哎呀，上一下厕所。王大谋当中立话也多。对。王大谋，我建议你不要多嘴。好的，我干。我送你一个屁。我有时候对大谋真的建议你当中立的时候不要多嘴，你看的你看到了呗，你笑啥嘛？嗯，那我确实想笑啊，这谁能忍住不笑啊？说什么？你是在内涵我吗？是我房主了？没有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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汤哥没有没有没有的。运运猴，想问那个新马在公屏啊？你一会儿一来这个，我就想到了昨天晚上的快乐时光、解压时刻。没玩过，不能再玩一把狼，那个太解压了，一把狼都没当过。还成跑路？怎么走不快了呢？我走不快的，我觉得那个承办送葬者还挺搞笑的，反正就是狼是挺搞笑的。王大宝，狼搞不搞笑不知道，你那一下我真不知道，我隐藏不了。我是搞笑的是吧？不是你那一下我太绷不住了。不是第一天当那个狼都会有这种，我觉得肯定都会有 的。我连当都没当过那个狼。韩哥，你往下站站，你头发应该会露个奶茶出来。要这里比较矮一点，那上面很高，这上面会露的比较多啊。哪边矮？哦，露个奶茶，真的只有奶茶了。是的，还坐电梯，坐电梯，好像就我的头最高哎。哦，包包的头更高哦，差不多。猴哥最高。没有，我已经把猴哥最高的头发拿下来了。猴哥整半个眼睛都出来了。猴哥，你是这样走的吧？我最高，我调好了，可以准备了。OK， 我最高，我只露一个脚。Okay. 为什么不是承办送葬者呀？嗯，心疼猴哥。西恩看见我就跑。白板鹅，白板鹅，哎，有没有身份？猴哥，这是什么？有。是 OK， 那你跟鹅走，你跟鹅走，你安全一点。我知道修可爱，珊珊好像人不在。谁是鹅？珊珊人不在这儿吗？哦，珊珊，我是鹅。我看你在那里站着。好，那我跟鹅走。我在做任务。对，你就跟修可爱走，你就跟修可爱走。OK， 我们一起走。好，好吧，猴哥，走。我这个图你带我走吧。OK， 有任务吗，猴哥？没有，我们去那个中间开发的地方。没有。OK， 兄弟们，不好下手怎么办？不是不好下手，说实话有点不好意思下手。Okay， 这里大伯报的警，一会儿再说。秀才哥，你怎么敢的呀？当着我面把团哥直接杀掉了。我当时是在那个团员宿舍那边复活的，我往下走。走到了食堂，有点不好意思。当时我进到孵化器那个圆圈那里，现在来把导演教学。凡哥一直喊着秀才哥要杀我，秀才哥要杀我，他说秀才要杀我，秀才要杀我，然后我就追着他们走，我想按着尸体报警的，然后结果秀才真把凡哥直接杀掉了。不要听秀才哥多逼，这我要一刀，好，没关系啊，全票打飞秀才哥，过。西恩发言，开局，我跟珊珊和孙悟空一起。然后呢，我们是复活在那个食堂附近，不是储物间那附近好像是吧。然后呢，我就一直往上绕到了那个武器房那边，往上走了一圈，走到那个传染宿舍，又绕到了电机室，然后又到了发动机那儿，还是没看见人，我都麻了。等我走过来这孵化器这里报警了。好吧，我的信息就这么多，过。这一轮肯定是秀才哥和大魔的轮次嘛，但是呢，在我的视角里，西恩和秀才哥应该也不是好人吧？这外面三刀，我是在右下角那个通讯间复活的，然后当时轰轰在我旁边，修开和猴哥在我旁边，我们四个在一起，然后猴哥说他跟修开走，然后我就和轰轰往左走了，虽然和轰轰短暂的分开了一下，然后他往下走，我做完那个任务我又看到他了。其实我觉得那一刀不知道是不是他开的，也有可能，但是我修开和猴哥应该是没有动刀时间的。这一轮可以先看秀才哥怎么说，是出秀才哥还是出大魔，应该是秀才哥啊。不好，那
是这样的啊，现在我就只能说是肖可爱跟轰轰是好人，然后珊珊跟西恩里边我感觉大概率开一狼。为什么我这么说呢？因为我跟他俩出生以后啊，他俩一个往上一个往下，西恩给我来了一句温柔的猴哥，我觉得他的状态不太对劲啊。但是这一轮应该是秀才跟大谋的局，所以我们听秀才发言过。对，听秀才哥怎么说啊，虽然我们是四个一起在那边通讯室出生的，轰轰是先走的，然后我和猴哥是走在后面最后走，然后珊珊，然后珊珊是在我们前面走的，然后我能保了之后，猴哥肯定没有动刀了，过。轰发言，我肯定是好啊，我开局跟你们四个在一块，外置位三刀，我哪有这么快的时间嘛，首先对话吧，完了我看到，就是我看了，在我看来啊，因为我后面走迷路了，我又回到了那个娱乐室这里，我想在这个地图找一下人，但是我没看到人，然后我觉得这秀才的 PK 台我就不说了啊，过。好，这里是秀才发言。首先我跟团是一起复活的，然后我跟团一起就开个玩笑，我就说我要刀你，我要刀你，对不对？然后别人靠团就边跑边说，哎，秀才要刀我，秀才要刀我，遇到了王大谋，然后他跟王大谋说，王大谋，秀才要刀我，我就还在那开玩笑，就跟他在那演呢，然后直接手起刀落，王大谋就给他给刀了。当时我还以为就是什么王大谋是警长，然后他刀完人了之后刀到团，我以为王大谋想刀我，然后刀到团，然后刀对了，然后我还问王大谋，我说王大谋，我说什么意思，然后他不说话，他直接报警了，那我就知道了，他上了起跳踩我，那他一定就是狼了啊，他连警长都做不成了啊，我这个发言够简单，够那个有力度了吧，我没有必要走气势啊，就是只聊我看见的和我的逻辑，对不对？过了，出王大谋。哇，有两个狼头是吧，很炫酷，两只狼饭堂领刀。哦呦呵，猴哥走走走走，缘分，希恩他肯定是那个缘分。怎么说，我跟你俩走，你知道吗？可以，我是警长。我直接跟你打，肯定是那个你是警长。嗯哼，希恩很奇怪，而且他最后投票的时候是最后投的。那让开，猴哥让开，快走。哎呦，真的是好人还是假的坏人？结束了。哇哦，警长刀谁了呀？我把鹈鹕刀了，我把仙刀了。猴哥，我就是想让你。什么时候一个人投你？是怎么回事？我想知道谁投的我，逻辑在哪儿？为什么投我？是不是因为怕我讲故事？王大谋真的好大胆啊，他直接当着面刀了。发言，轰轰投了你一票。我本来想当秀才哥的，不小心刀到你了。我投的大谋。小可爱一开始我没舍，没下得去手，说实话，没舍得下手，我仁慈了。Okay. 但我后来想了一下，我如果骗他更深，我罪孽更深。那确实，佛祖不会原谅你。哎，我还是你骗我，你不难受啊，猴哥？我没骗你呀、啊。可开，我说我有身份，我大谋过来，我一个呼救。我来了，再加一个，力度不够，这个屁。你是，哎，两狼三中立啊，现在是 OK。两狼三中立 OK。对的对的，因为我们十一个人嘛，就不用三刀 OK。鸽子鹈鹕。Okay，两狼三中立。Hello， 什么意思？别追了，别追了。猴哥过来了，猴哥有身份没？坦白局，身份，坦白局，坦白局。我们俩必定坦白，从来没有说什么。包包在上面偷听，剃头巴脑的。你别偷听，我看一下。没，他不在，他不在。我们俩从来就你，那你先来，你先来。我先来，我先来，我先来。大鹅，我鹈鹕。行，你吃人我不报，
我走了。行。聊完了吗 ？OK。聊完了，聊完了，聊完了，聊完了。我走了啊，我走了，我走了。好哥。我们聊的很顺畅了。这些恋人的有没有飞机？我跟帅大哥一起走的。傻问，他把帅大哥抱了，我的天！头小温，头小温，我跟秀雅哥刚才一路从那个船员宿舍一路走到这个电机室的时候，小温这时候跟过来，然后直接把秀雅哥刀了，头小温挂。轰轰发言啊，那就头小温啊，不。OK， 对大魔发言啊，那么刚刚我和三三走在一起，团哥疯狂在喊他是鸽子，他是鸽子，我不理解他是个鸽子，他为什么要抱一直抱自己是鸽子啊？很奇怪。那这轮我们要先看一下，秀才哥死了，然后还死了两个包包和仙。那小文所承认的现在是一匹定狼的话，啊，先不听他发言，先认他是个定狼的话，那他大强和猴哥会不会里面出狼呢？一狼一中立，或者说两狼？嗯，过。朱大强发言，我在这个通讯室这个位置的时候，听到了轰轰跟悟空说你吃人我不报警，然后边上就是包包，然后现在包包没有了，那谁是狼？那不是轰轰就是孙悟空，他俩是狼啊，应该是，或者是那个钟离。所以这把我先听小温怎么说的，然后一定记住这两个不是好人，然后咱们待会儿看一下咱们投谁，好吧？归票位，归票位，我听团队怎么归的票吧，过。全票给我打飞这个羞可爱，哼，你现在玩的还挺花的呀，小孩，你学坏了，直接到我面把秀才哥刀了，然后完了后面来人了，来了个三三跟大魔，我记得清清楚楚，我刚想回去按这个二报警的时候，羞可爱直接报了警，然后直接踩我一手，羞可爱跟秀才哥两个人是抱团的，我不知道他们两个人是不是达成了什么协议，是不是想把我刀了之后把我炫了，我是只有这种可能，因为我知道我是个什么身份，并且我是有身份的，我嘎嘎正，好吗？然后呢，他们可能误刀了，修凯直接把秀才哥刀了，是见得到了鸡腿，然后他直接按了这个报警，他很急，你知道吧？直接踩我，我跟你说，珊珊，你回想一下，如果刚刚我是个狼，我见到你我会跑吗？如果我是个狼的话，我不把你刀了，你在那做任务，我直接放在那儿，我跟你说，全票打败这个修凯，直接当面刀人，后面走来的人，他直接就是很急，踩死我。不好意思，秀凯，全票投他，投我就输了，兄弟们，不可以投我，我是有身份的，是他当面刀了人，张我，过了。三三发言啊，王大魔，你不要在那说什么废话，王大魔是那个鸽子啊，然后被团姐试出来了，我和团姐搁那疯狂说王大魔是鸽子，然后呢，这一波其实我是信小温的，为什么？因为一上来我和小温复活在右下角一个犄角旮旯，我在那做任务的时候，他没有刀我，并且他有点怕我，然后他自己跑了，他狼怎么可能这么说吗？他养我猪也不可能他跑呀，对不对？在我视角，修凯是狼，还有一个狼就是轰轰。为什么轰轰什么发言？修凯说完你就说，那就出小温嘛，你不聊别的是吧？修凯小温哦，修凯轰轰双狼先出修凯过。三三，你听我发言啊，首先我跟你们说一下，王大谋他是一个定鸽子。为什么？因为上一把他骗了我，他直接把我刀了，你知道吧？然后呢，这一把我跟他又复活在一起，然后我当时见了他，我直接就跑了，因为，我不想跟他就是有过多的来往。他说要跟我坦诚，然后我当时就跟他在一起坦诚，然后呢，他就直接跟我说是鸽子。我成功骗了他的身份之后，我就开始满大街的大喇叭，我就到处宣告天下，我说他是鸽子，你知道吧？我当时甚至我有点想开饭，但是我没有。我当时遇到珊珊，我直接就跟他说王大魔就是个鸽子，然后我们就变成了三个人抱团，对不对？那就证明我们三个人当中肯定是三个人当中，应该是这一把跟我们没有什么关系。虽然我们之中也可能会有个狼，但是的话呢，这一轮。很明显小温和修可爱的局，对不对？他们两个都是就是在对踩，他们两个的气势我觉得都是 OK 的，但是朱大强我们是铁认好，对不对？因为他的发言是那种很害怕，他觉得轰轰跟孙悟空他们两个之间应该是有个鹈鹕，不管秀才是什么时候死的，对不对？轰轰一定是那个定鹈鹕，你说对不对？他都听到了这个话，我觉得朱大强如果是鹈鹕的话，他不可能去这么踩两个人。所以说朱大强我是认好，所以我觉得我们这把可以直接出轰轰，下一把我们再开饭，
直接再投一个，或者再听小温和修凯他们饭堂报一波身份，报不好直接开饭，好吧？全票打飞轰轰，不听孙悟空解释，他应该是个秃鹫，好吧？下一轮王大毛也要盯紧，他一定是个定鸽子了。过。朱大强啊，你这个第三者，破坏我们两兄弟之间的友谊，你等着，如果这轮我们俩不死，一定没有你好果子吃，让你多管闲事儿。过。完了，孙悟空，你这是把我往火坑里推啊，孙悟空！啊，我不到啊！狼，起码还要开饭，开饭，小双刀。这我跟你是狼还是秃鹫啊？我不是狼，我是鸽子，我不是狼。那你秃鹫吗？我鸽子。你带我找朱大强。我要替我兄弟报仇。OK。不懂。你是什么身份，小文？你是什么身份啊？怎么嘟嘟嘟了呢？我是一定要拍的，因为如果轰轰是提不走的话，双狼的话，双刀，游戏结束了。韩姐，你，哎，你刚才应该先出修可爱的。你先把轰轰打飞，我就很慌，你知道吧？我就会觉得你和修凯是双狼了，给我的感觉。这一轮啊，谁都掰不动这个票，全票打飞这个修凯，谁掰谁就是那个狼。哇！珊珊，你在干什么？你是中立吧？你这样的话，我真的你很怪哦。哦，没有秃鹫。你看啊，我刚在算，对不对？我们刚最后结束，我让我想一下，第一轮是死三个人，对不对？然后。头轰轰是个中立，然后完了还有两狼在场，两狼双刀完了之后还有三个人啊，怎么会就双刀就结束了呢？对不对？我们直接饭堂集合，看谁不来不就知道谁是狼，对不对？你不用这么着急啊，我如果是狼的话，我有必要那么吝啬吗？第一轮啊，我们盘一下第一轮，修凯他报警，对不对？他毕竟是报警人，而且其实他的气势也是很有的。我其实是有注意听小温的发言的，我感觉小温他的发言说的是什么？刚没什么时间，我就没说。他大概说的是，他在我还有珊珊还有王大谋前面，应该是在左边发动机那边，对吧？说是看到了修凯刀了人，然后他要回头去报警。就这个地方其实我觉得是有一点点那个，所以我当时有点拿不准，所以我想的说是我们投一个稳的人出去，知道吧？所以我是这样想的。然后当时刚这一波的话是小温过来了，对吧？然后朱大强过来了，然后修凯没过来，猴哥没过来，王大猛没过来，这一波再听他们两个发言一波，但小温是归票位，那就给小温吧，我们就凭感觉投，好吧？我反正我是拿不准，因为我觉得珊珊你这一波怀疑我也有很大问题，所以我这一波应该要听他们两个发言，好吧？反正王大魔和孙悟空也不是好人，这一波朱大强你归个票吧，好吧？你听一下修可爱的发言，如果你觉得不好，你归修可爱，我就投修可爱，好吧？过。我不管，我就投朱大强，我没有刀我也钉死你，过。哦，我在饭堂了，然后说要开饭，我在饭堂，然后他那个小波和三三就搁那开饭，我就往上走，就遇到了大魔和猴哥啊，我不多说了，过。我也没票，我肯定，那我也不多说，确实我也票不了，我只能弃票。去往右边走，去饭堂路上，修可爱跟我们擦肩而过，然后就开饭了，过。呀，我归票啊！虽说猴哥这把啊对我进行威胁，我很想投他，但是我也很赞成三三刚才说的那波话呀。我觉得先把那个带刀的先投出去吧。然后我觉得这波团队有点奇怪呀，他有点硬捞这个修可爱的这个嫌疑在呀。就其实这个定狼在我这边就是修可爱跟孙悟空了。小温是来饭堂的那个人，说话也很正，那怎么能不确定呢？所以这把我可能会归跟三三一样归票到修可爱身上，然后下一把再留你孙悟空一把，我看你弄得死我不过。是的，大强，我还以为全是坏坏，
我说哎，那猴哥应该是个中立吧，这是莫名胶材料大强，在我这儿修凯肯定是铁狼，因为我是看到他面刀了的。然后呢团是很捞他的啊，明正那个人是在很明显的捞他哦，而且我是刚刚是第一个到饭堂的，让你看看我的牙口。修凯他当时他没说话，他往上走了，这个时候你们一堆人往右边过来，他往上走可能就是这样从你们那从大魔那擦肩而过的，反正这一票一定要投给修凯，不能分票啊。大毛我就说那么多了啊，过了啊，不对，大毛也可以啊，大毛死了，大毛死了的话，谁投了朱大强一票啊？谁投朱大强一票？精神病是吧？他报警，为什么会一定是定狼呢？你们是怎么确定？嗯哼哼。这是哪里啊？这是哪个位置啊？你是别靠近我，小温。不是你，你是什么牌啊？哎呀，我吐了呀！我怎么就我裂开了，真的。朱大强，空格过来都没有快呀！我吐了！哎、别追我，别追我，三三。哎呀！哎呀！哎！是这样的，猴哥把我炫了，然后团把他刀了，完了我碰到了这个机会，迷路了，完了，我是直接自己报警的，说明他是专业杀手。投绝命投团，团过了。我是工程师出团结，我啊，我不知道啊。不是，那这个场上的怎么可能还有鹈鹕呢？小温，你在说什么？啊？很奇怪，我应该会投小温了，他不会是那个吧，他肯定是那个没跑了，兄弟们投他过。朱大强发言，就是为什么能判断修可爱是那定狼，是因为王大谋是那个鸽子呀，他在保人嘛，然后所以小温一定是好人啊。你们这把好人赢了都靠我，跟你说，要不是我杀了鹈鹕，你们能赢？对，确实。对，你为啥你把鹈鹕杀了？好不长，好人赢了。对不起，我对不起你，红红，我没有拿下胜利，对不起。没事，哥，主打一真诚。修凯他报警，他修凯报警人，我迷路了，能保啊？那么硬。报警啊，因为小文不刀我还跑啊，他狼怎么会这样啊？嗯，我迷路了，给我门关上。我跟小可爱我俩想打手合作的，没想到他直接给我刀。我想问你一句话，猴哥，刀错了。嗯，如果你听到我不是加拿大鹅，你会吃我吗？一共八百，不会了。不是加拿大鹅呀，会。皮马夫就换成呆呆鸟。我没有想到猴哥是鹈鹕，我以为猴哥一定是个好人了。好像吃不了，要不然他俩都各吃东西，好像你把两个都给我带带你。对，谁呀？谁吃东西？就是秃鹫和那个鹈鹕，他俩有点撞职业了，感觉都是要吃的。那个秃鹫吃的也没尸体，脱鼠标。然后鹈鹕就吃，鹈鹕和秃鹫就也对， okay， 我就把秃鹫换成带带鸟。三哥决定，三哥决定，对，三哥说了算。三哥，你的元神有点捞啊，才十级啊！好了喂，我一直在等他们到十六级啊！我这才九级，包喂，我已经十一级了，团结。那你们俩不配跟我和秀才这种高玩意儿，是的，四点，我还摔死了，我还淹死了，我真玩，我真的服